江宜官警察局最上分局伫咧三号展开着查缉专案犯罪攻坚的行动，由江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警班，在江宜官区敲锁行动攻坚，将涉嫌人逮捕移送法办。盖关警察局最上分局表示，三号展开查缉专案罪犯攻坚行动，由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，伫嘉义县市搜索行动攻坚逮捕涉嫌人移送法办。盖关警察局最上分局表示，这个案件疑似是债务纠纷、误拍成凶的情事，经成立专案小组收集相关罪证以后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市调嘉义地方法院搜索票到嘉义县市等处来执行搜索专案行动。除了带案相关嫌疑人到案之外，另外还查扣到犯罪证物，专案移送嘉义地方检察署来侦办。谢谢新闻蔡明东、朱祥香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